蓮花咧係一架好經典嘅賽車嚟嘅，所以呢架車咧，無論個車身啦、操控啊各樣嘢咧，都係好輕啦、好靈巧啦，同埋好出名就係佢蓮花用一個細嘅 CC 引擎，但係可以做到一個好高速。咁我擁有呢架車大概11年時間到。咁啊，翻嚟咧前前後後都經歷過一次嘅全面嘅翻新啦。咁啊，將架車嘅內內外外就全部打散曬，重新做過曬成架車出嚟。咁我好中意呢架車咧，就係因為自己都用咗好多心機去打理呢架車。咁我一路 keep 住，我都好開心，同埋喺街道都受到好高嘅注目。喜歡呢架車咧，就係因為個 handling 咧，好似相等於一架揸個卡仔咁樣。是很 respond 的，啊，咁同埋個 power 咧，亦都佢夠，因為有個 turbo charge。擁有一個老爺車咧，係一個最重要一點咧，就係你個投入金有幾多少。壞咗嘢咧，我哋通常咧都會去自己去揾翻啊啲件啊，然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同個車房一起去共同去維修好佢啊，咁樣呢個就係我覺得係一個樂趣嚟嘅。呢一架一架非常好玩嘅車，夠力啦 ，handling 好好啦，特別係個外形，那個外形咧就係長青嘅。我已經有咗佢13年噶啦，買呢架車嘅時候，全香港只有3部，而家咧陸續咧有人喺英國入嚟，可能而家係有4到5部之間啦。四缸嗰啲車仲有得賣，但係呢部 V8 已經係比較少啲出現噶啦。我最中意佢个架车嘅线条嘅外壳，而家啲好多车重都冇呢种线条，同埋个起角嗰个位置，车头嗰个弹灯都好中意嘅，同埋佢个性能咧，真系可以俾到而家嗰啲车个性能个速度感。